朋友们，今天简简单单给大家做个牛骨架。啊，这个细心，刚好是。哎，下次有牛肉的找我。好，肯定来找你。肉分完了，今天的午餐吃骨头。简简单单吃个牦牛骨头，来啊，到上老马家的门口上酒宴，到时候烫烫的菜籽啊。再来点蒜，灵魂之子椒盐。来，马哥，哎，这看起来好香啊！来，来，我来一块肉炒的，我就不说话了。老马，我自己来了啊！等不住了吗？哎，等不住了。这个比我烤的香点。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自己再来一块。直接停不下来是吧？啊，这属于牛蝎子啊。回吧，简简单单。羊腿啊，来，到上老马家的门口上酒宴，到时候烫烫的菜籽啊。再来点蒜，灵魂之子啊，椒盐。
简简单单，杨波来。到时候老马家的门口上酒宴，到时候堂堂的才子爷啊。啊，再来点醋。灵魂之子啊，酒姐。简简单单，羊蹄啊，来，到上老妈家的门口上酒宴，到时候堂堂的菜子爷啊，你再来点蒜。灵魂之子啊，酒姐
了。